十秒钟拍照的时间，那后面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待会呢，主持人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呢，要来送给大家，所以呢，请大家赶快呢往我们的远传舞台前方来靠近了。好，最后的三秒钟、两秒钟，好，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远传甜心小爱还有小姨。好，那来。